收看这个能寓教于乐、极具娱乐价值的好节目。真的，每个礼拜我就期待这欢乐的两个小时。来，首先介绍我们正妹其中一的综艺美少女。抢，每次你都被抢，不好意思，最后我抢到了。跟你讲，那会反弹的，都弹我脸上。观众朋友都期待这一刻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们不是说只有说年轻青春无敌而已啊，他们还有很多的才艺在身上，真的，对不对？深藏不露啊！谁说美女都无脑，对不对？谁说美女无脑？嗯，今天来的几个都是有脑、带脑子来的，特别带脑子来的几位特别来宾，所以欢迎班长黄登辉。其实我不是班长。你不是班长，我是大本营的营长。你是好，欢迎几位呢？都有在最近都有作品出来问世的，对不对？欢迎左边第一位，小柯。谢谢珍珠的白芝小按摩，送给小康哥，小康哥，谢谢谢谢。怎么早点出呢？现在你结婚好意思在家看？那艺术品在欣赏，对，所以我就是小恶魔。你觉得这是小恶魔应该有的一些必备条件？小恶魔必备条件就像我这样子啊，有漂亮的外表、可爱的外表，但是内心其实有时候会耍坏，耍坏，耍坏。好了，分享一下大家的喜事，好不好？有出书了，希望来书大卖啊！好了，另外一个有出书的，也有出专辑的，是出片的，是吧？梁一真，欢迎。谢谢，就是爱你啊，就是爱你。这是你的首张国语大碟，首张国语专辑。来唱一下哪一首歌？我大爱里面的首播主打《玩具》。玩具，好，请。哦，可惜，哦，可惜，我也曾被你捧在手心，形影不离，只是你很快就厌。就细心，哦，可惜，哦，可惜，或许有谁更懂讨你欢喜，仅存回忆，日复一日，在冰冷巷子里。有出书的。有出片的，来，接下来有没有出家的？有没有？我有出家的念头。你讲啊！你放屁！谁讲我都相信，就是你讲我不相信。下次我要出售自己的手。出售？出售去哪？你那个绝对不是，你那个绝对不是出售，那是连售。如果连售，连售你听不懂的话，叫做贱卖，真的是。周年庆啊，周年庆啊！好，出书的嘉伟，欢迎。每一位好位幸福位，我的首位十足，各位两位主持人，谢谢谢谢。全台湾第一本，他这本全台湾第一本手绘的食谱，手绘食谱这本书里面充满了爱，有爱，因为这个画是他画，上色是他老婆，所以哇塞，哦，我们两个一起完成这本书，所以这今年年底就一起共怎么维持呢？对不对？哦，整个夫妻找事情做，一定要共同的目标，对，还要共同要互动，祝福江美文，谢谢。那香花姐今天就抱着我们来复健的心情，我们的节目呢又要动脑又要动手动力啊，要出力的。我现在很行的，很行吗？没事都在看书的，驻颜有术。是啊，没办法出书可以看书，有一点像。希望今天大家好好的争取奖金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进行我们的尝试中的尝试，尝试中的尝试，一起进行全员正解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会跟两位主持人派一位下去，带着大家一起来怎么样？分配任务拿到奖金，真的好不好？现在我们两先派代表，谁上？哎，第一阶段多少钱？第一阶段五万呢？那请问一下，我们那个主持人下去玩能不能拿到奖金？要上个，当然可以拿奖金啊。好，那我先玩。没关系嘛，你不缺钱，你玩三万一万的。对啊。什么玩三万的？你一次玩到底，什么玩三万一万？真的吗？对啊，整集都是你负责，整集他负责。现在你们把我们的黄金阵容。选择拿五万的黄金奖牌出来，快点！全员正解，尝试中的尝试 try， 考验在座同舟共济的五位来宾，
尝试中的尝试，依据由来宾选择一题，评估在座五位都会答对的题目，请五位同时作答，五位都答对且连续答对五题，过关奖金50000元。中途一旦有人答错，来宾可以重新排列组合，若还是没有达成每题全员正解，奖金依次递减。尝试中的尝试，尝试中的尝试，全员正解。这个单元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特别的副标题，就叫做设身处地啊，请设身处地想想，大家是不是这个答案都会晓得？马上就从第一位向蛙姐准备第一棒，请看题库。哦，年轻人要会的哦，请选题号1到16，选的题目是第15题吧。第十五题，题目内容请看。你们看到了没有？好，高铁目前营运的站共有几站？只有15秒，做，打开站。什么？共有几站？请用指腹哦，请不要用指甲，用指腹。共有几站？目前营运的站，从台北到左营一共有几站？台北到左营有几站？台北到左营。时间到。现场我们的8位来宾，没坐过高铁的举手，都坐过，非常的好，这一定要知道的。生于斯，长于斯，台湾这边小宝岛，对不对？应该晓得。可是我都坐直达车。对啊，我们都坐直达车。对啊，我们没有在坐的，每站都停的。哦，这样子，很酷的。那你也会经过那一些站吧？对啊，是都在睡觉啊。等你困了。那你们没有把台湾的地理稍微背一下吗？好，拍水，看看有没有答对。来，是否全员正解？请揭晓。营运有几站？什么时候改的？你怎么写五站？哪五站？你讲。台北。桃园。台中。新竹。左营。台中过去才新竹哦。板桥嘞，板桥要板桥。板桥耶。你为什么只有四站？江伟文，为什么只有四站？因为我在坐直达车，你知道吗？来告诉我哪几站？台北、板桥、台中、左营了。桃园也有。其他人都知道哪八站？大队长报告一下。台北。板桥嘛，板桥有这一站，来桃园青埔站，对不对？台中嘛，新竹，新竹竹北站，对，台中嘛，台中乌日站，对，然后再来就是那个嘉义，台南，左营，所以18站，第一题。我们是不是每次第一题都给他们机会啊？我们又有敬老题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要是答错就没有了，哎，好不好？好，今天有向蛙姐，我们敬老，连她都答对。敬老题，我们这一次算暖脑，好不好？好，全部答案全部擦掉，正式来，一样从你先来，来准备，请看，全是你的题库是。向蛙姐，向蛙简单一点的啦，要简单一点的，历史，向蛙姐那个前面，他只会卡音啦，卡通五秒，历史都是也可以。向蛙姐，麦卡，你挂题。后面不讲话，时间到，请选题号。第三题 ，Oh my god， 是什么？第三题啊 ，Oh my god， 好，这一题是图片题啊，图片题，这是我们国家的宝物，来准备，请写出它是什么宝物，哪四个字，请作答。这个很简单吧？这个非常简单，国宝哎，卖的超好，糟了 ，Ruby 会不会写？应该要知道的哈，这是我们的国宝，应该要知道的。时间到，大家都会吧？应该是吧？就在故宫吧？我现在好后悔，刚才我的咖啡喝太多了。请看看这个国宝到底是什么？答案有无？全员正解，请揭晓。恭喜答对！玉器的雕刻，长18.7公分，宽9.1公分，厚5.07公分。送给我好。尤其啊，
他的利用了翠玉天然的色泽，就雕出了白菜非常栩栩如生的形状，厉害！上面呢还有一个昆虫啊，哎呦啊，跟毛公鼎啊，还有肉形石共称故宫三宝。好，好会讲，好厉害哦！恭喜大家，第一题答对。还有四题空间，选得好，来全部擦掉。准备选第二题。好，第二棒，卢比准备，设身处地想想大家会什么？我相信以你的条件，你会的大家应该都会哦。这是夸奖还是？这是一种认同。准备，请看题库。不要选一学题啊！不要选一学题啊！快快快！时间到，请选题哈。第一题。第一题，题目是：我们一年可以对多少次的统一发票？15秒钟作答计时开始。Yes， 好，对，加油，好的。大家都有对发票，可以写一年可以写几次？收集吧。5、4、3、2，时间到。一年可以对多少的统一发票？这对几次？我相信这个统一发票行之有年了，应该要晓得的。请看是否全员正解，请揭晓。恭喜答对。统一发票的开奖日期，每逢单月13579开奖，还有11月哈，每逢单月开奖，每逢25号。开出前两个月的统一发票，所以两个月开一次，一年是6次，都是6次，非常好，非常好，请擦掉。第三棒，加油加油加油！胡盈珍小姐，加油！准备好了，设身处地的想，你要想想我哈。第三棒准备，请看题库，15秒钟计时。可是如果要想到 Ruby 的话，可能这边就没有题目可以选了耶。有啦，应该还是有啦，刚刚那个就摸对啦。10秒。尝试啦，找尝试啦。时间到，你的题号是？我选第13题。第13题，题目是：学校教育应该五育并重的，五育指的是德智体群，还有一个什么？来看前面，看前面，超简单的，超简单。哦，不讲话，每次打记得了。从小到大，各级学校强调的教学目标五育均衡，这五育你应该是倒背如流吧？那您觉得这5位艺人能够 O pass 吗？他们有五育均衡吗？也不过是个爱的鼓励，拖东汤居然被众人围剿成这副模样。爱的鼓励一共有几项？15秒计时开始。每个都在鼓掌。这个题目啊，紧张，真是尝试中的尝试。尤其刚刚全部人好像在复健。麻烦大队长自拍自数一下。1、2、3、4、5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对啊。这拍给我听啊。1、2、3、4、5。6、7、8、9、10。没有哦，有停拍哦。对啊。1、2、3、4。谁让你停拍啊？你还大小声。不安之剧场，100秒不安之新关卡，简单容易考验平衡感，但是却老土贼没那么简单哦。学校教育应该五育并重的，五育指的是德智体群，还有一个什么？不讲话，每次打记得了。五育并重的五育应该要知道的，尝试中的尝试。德智体群什么？自然不讲话就会接那个字了。真的，德智体群就不讲话。时间到。完了，我今天没有人过关呢。想一下，在学校，来，这很简单。
我们台湾的教育五育并重，非常的重要。有没有这一题啊？全员正解，请揭晓。哎呦！来揭晓，你怎么会写这个？我要写五育，结果那个育一直写不出来，美写不出来，他的电脑有问题，不是我有问题。借口。好，你写的什么？我根本没有听到。卢比，你错了，我是听到炸开的。那我至少我要人家攻击一下，至少我有教大家英文啊，毛。我无止境的飞下去是什么？Mouse poo 就是老鼠屎。Mouse poo. No, you fail. 小伟文，你来台湾几年了？小伟，你打错。哎，这小时候不要打他的猪，小子李群礼也不错。你还画图嘞？李一莲。欢迎观众朋友购买小伟文的《手绘智障厨房》。手绘智障这一题啊。你那个是礼义廉耻，四维八德。两个外国人在这兒啊！快等一下，这是白字题啊！大队长，我说过不要再写其他的字。不是，我上面很多心情。他写个美字，后面写个美男子是我。神经病！你们的五万元挑战失败。多捞点，你们是这样乱搞吗？你们画面好不好？我说五万元挑战失败的时候，给我全部喷到死好不好？来，五万元挑战失败。请派代表，老鼠屎，老鼠屎，去后面坐。谢谢，那个换你们，江华姐，你累了，你没有想到我。大队长，可以麻烦你再第一个吗？第一个，对，这个作者当然江华姐。你第一个啦，第一题，第一题就挂，很丢脸，第一个。对啊，也是，还是大队长。我第一题我也很丢脸啊。大队长，快点啊！不要跑，这第一个，你第一个真的可以，加油！第二个。时间到，来，现在从第一棒这边开始，现在挑战三万元，请看题库。啊，越来越难了。哦，大队长加油！哇，我选个简单的哈，大家都啊，题目是第五题，第五题题目是。大雄常常使用小铃铛的什么道具，瞬间来到静香的家？十秒钟计时。是瞬间哦，不讲话，不讲话。大雄常常用小铃铛的一个什么道具，可以任意的进出到任何场合。好简单哦，真的很简单。为什么刚刚问我们这个？这个再不会应该就瞬间哦，瞬间哦。时间到，简单吧，对不对？简单，简单，对呀。简单。这个如果刚才问我们话多好啊！像王姐，好好好，好不好？我没有问到我，我不要什么是大熊。来，问一下，两良，什么道具可以进出任何地方？任意门。台语怎么说？这什么东西啊？我没有台语啊。太难了。台语啊。青菜。台语叫青菜门。青菜门。青菜肉。青菜啊。我看过台语配音，很好笑。各位，青菜门。来，有没有全员正解？请看揭晓。对，任意门呢，又叫做随意门啊，是这个哆啦 A 梦里面呢最常用的道具之一啊，它是一扇呢可以呢到十光年之内的任何的地方。对呀，十光年哦，怎么这么会选题哦？哎，真的果然找到三个，好选啊！恭喜你们离三万块钱稍微有点可能了，是不是？请把答案擦掉。选王，选王，夜王了你，怎么都想一些名字。第二棒小扣，来，请看题库，十五秒计时。题号是。第十一题，题目是：保龄球要打几个全倒才会有满分三百分？几个全倒才会有满分三百分？请坐，刚刚打十五秒。几个？这个完了，这个完了。全倒的话，我好久没有打保龄球哎。三百分哎。十个。最后五秒。一个全倒。几个？啊！
十个吧。为什么不能写？18个啊，这样数。时间到。还剩3个。保龄球基本上曾经在台湾风靡一时啊，我们后面会打保龄球的举手。Ruby 本身他有一阵他长得就像保龄球，对啊，我去什么地方都用滚的。对啊，你看他去很麻烦，等于拿球拿错，拿 Ruby 就出去了。鼻孔去，鼻孔鼻孔，拿球会拿到 Ruby， 那你都插到哪里了？鼻孔啊，鼻孔啊。哦，好好拿哦，刚好这样。到底多少会得到300分的满分呢？请有没有全员再解析看？一共有10局，最后一局有2次加分的机会，所以是12次。小智后面有2局是加分的，对对对，没错。你在写你现在的年纪是？25是什么意思？25，你有打过保龄球吗？10局啊。哦，你以为一局有2球啊？10踹哥就不用再投地啊，打第二球了、啊。就是踹啊。他把那1局有2球全部加。你问他喝几瓶比较容易醉比较快？怎么了？这规矩什么？你这个太离谱了。前面有9局，一个10踹是不是不用打第二球？对。所以9局是不是9球？哦，对。第10局有3格，有3格，10、11、12，全倒300分满分。对对对。不能怪他了，生过小孩你知道吗？干嘛这样？非常可惜啊。挑战3万元才第2关而已，要这样。对呀，全智杰挑战失败。耶！好，现在还有挑战1万元的资格。最后老鼠屎换掉。来，现在请换队友，谁有3个？对，就不会选题。8次要不要调整？烂透了。不会选题。8次要不要调整？我来选题好不好？我来选，我选。了解题是啊。都留你住，我选题。小扣到最后面，小扣到最后面。哇，时间到。你们竟然给我们一个3长2短的组合。真的耶。我算长的吗？算长。身高170以上都算长了。那我就放心。身高150以上都算短了。哦。剩下10000元，再拿不到就没有办法了。好，全员正解，第3棒挑战10000元。第1棒，蒋雅文，请看题库。哇，有一题好简单哦！简单一点，简单一点。有一个好简单哦。对啊。第5题，题目是《爱的鼓励》，一共有几项？15秒，计时开始。每个都在鼓掌。噔噔噔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几下？让你来下吧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时间到，写下来对。上次我跟我讲话，我真的忙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告诉我在笑什么？等一下讲。来，快点。好，不是，我已经忘记什么是爱的鼓励啊。你们家的爱的鼓励不太一样，是。你先告诉我，小郑你在笑什么？刚才我们不在数吗？可是我这样，你们答案都写好的。写好了。刚刚不在数吗？然后 Ruby 说，那，因为他自己拍不能数啊。那你拍我数。我说好，我就这样拍。然后他就这样，1、2、3、4、5，就3。还是可以的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真是尝试中的尝试，尤其刚刚全部人好像在复健。你们刚才啊，好像是一个单位放出来吃宵夜一样。各位鼠宝宝，我们要吃宵夜喽！全部，爱的鼓励，一共有几项？3。那不然我跟你讲，美少女一个拍，然后一个数，看看会不会像智障，真的。是啊，再看一下有没有，太简单了。全员正解，请揭晓。为什么？麻烦大队长，你自拍自数一下。来，我来。来，1、2、3、4、5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对啊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对啊。什么鬼啊！一
二，一二三，一二三四，一二。对呀、啊。你们再拍一次，我听一看。一二三四五，一二七八九十十一。有停拍哦。对啊，很好了。是一二三四。打他啦！打他啦！没有五，那个五没有。谁让你停拍啊？你还大小声。哎呦，妥先生，您是还没睡醒吗？还是节奏感太差？拜托您再仔细算一次。正妹爱他菜，正妹都在综艺大本营，说学逗唱样样行，模仿搞笑样样精。且看偷住姐，后继有传人哦。大家好，我是法国 Paris Bonjour University 的 Well。最近那个 hold 住姐看太多了，所以好丑啊！哦，有钱了，有钱了，有钱，有钱了！建筑研究所，交通大学。大声一点！你再来大声一点啊！好，再大，我改，我改，我改。边写边喊出自己学校的名字。有钱了，有钱了。刘老师。有没有？太简单了。全员正解，请揭晓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是十二？麻烦大队长，你自拍自数一下。一二三四五，一二三四五六七。对啊。这拍子我听啊。一二三四五，一二三四五六七。没有，有停拍哦。是一二三四，打他啦！打他啦！没有五，那个五没有。谁让你停拍啊？你还大小声。二三四，全部人就你一个人错。七，没有一二三四，一二没有一二三四五六七，没有在五六七的。你怎么跟节奏？你什么学校的、啊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。对呀、啊。有没有？什么？康哥，好有钱！怎么会是老鼠屎？我真的想不到，一万块钱都拿不到。不行啊，大队长犯错不能算我们，投一啦，投一啦！你们很好，再一次啊，再一次机会啊！你一定想不到你是老鼠屎，我义气好不好？好，刚刚我输掉一万的，对啊，我个人拿一万出来让你们，让你们，你够吗？个人。接下来如果有一万达到的话，那一万是你付的，我付。好，那从这里开始。对啊，不然大队长输在爱的鼓励。大队长输在爱的鼓励，小孩怎么出生啊？好丢脸。他应该看不到这一段啊。全部坐下，答案擦掉。这一次这一万是他个人支出哈，他个人支付。来准备，加赛一万元，由妥东康个人支付。现在第一棒江海文准备，请看题库。六题好不好？第九题，第九题也不错。时间到，哪一题？哪一题？十，请选题哈。不讨论，请说明。十六题，第十六题，题目是土地公的正确名称是什么？正什么？土地公正神，这很简单。土地公的正确名称，它又叫做什么正神？你们玩到什么？出钱两个字，我出钱你们就出这么简单的？这有简单吗？拜托你们都不拜土地公哦！这一题为什么不叫我来猜？这一题为什么不叫我？这一题为什么不叫我来猜？真的，我每天都在拜土地公。二一，时间到。好，我相信这一题如果答不对的话，他连华侨都晓得的答案。对呀。啊，你告诉我，土地公叫什么？福德。福德。福德，福德正神，对不对？福德本，福德本姓什么？福德，福德姓什么？福德，土地公本姓什么？幸福，幸福，幸福吗？土地公他会让我们幸福啊，没错，他会让我们感到幸福。土地公又叫做什么正神？有没有全员正解？请看。Yes。
心情好复杂。复杂什么？我答对了又开心又难过。你放心，还不到第四个，你不要急。第四个是谁？第四个，梁一真。梁一真呢？我对第五个比较放心。全部擦掉，答案全部擦掉。第二题，黄登辉准备是。全员正解，请看题库。15秒计时。我要选一题，如果你是台湾人，你就要会这一题。来，黄登辉，我选第六题。第六题题目是：基隆指的是现在的基隆，打狗指的是现在的哪里？尝试中的尝试，15秒计时开始。什么？这是好简单哦。还好我没有要答，你知道？那我根本不懂。对啊，我出题啊，我出钱当简单。打狗。我怎么觉得题目特别简单呢、啊？好简单哦！时间到，15秒钟的时间写两个字，绰绰有余啊，绰绰有余。这是尝试中的尝试，到底有没有全员正解？请揭晓。恭喜，全员正解。大本营的最后，非常恭喜大家，应该要知道的，对，打狗就是高雄。打狗港，它的名源自于高雄历史上的古称，它就叫做帕告。帕告，帕告为该地台湾原住民平埔族西拉雅族分支马卡道族的称呼啊。打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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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称它就直接叫打狗。打告，打告，帕告，了解哈。好，全部擦掉。第三棒，大队长准备。不要说为了说怕负一万，然后就把它故意答错。我怎么会这么对不对啊？聪明呢？等一下出，那我们出的题目很难哦。一个人有几只手指头？你给我写11只，你就完蛋了。还有多谨慎。来，第三棒，何东康，全员正解，请看题库。哇塞，好简单哦。时间到，你选的题号是。你是便秘的，是内心挣扎。选的题号是8号，8号题目是，请问，请问这个是哪一国的历史遗迹？15秒钟，请作答。5秒。时间到，好，来，现在你们完了，你们这一题没有答对啊，就去可以假赛啊，可以假赛。来，夏花姐，来，这是哪一国的历史遗迹？哦，这个是那个中东，那个埃及，对啊，这是哪一国的历史遗迹？好，来看一下有没有全员正解，请看。哇，什么？我写埃及啊，我是写埃及。哎，我写埃及，真的假的？什么？埃及啊？啊，不是这样写吗？为什么？我写错了。是错。哎呀，为什么妥东刚错 ？Where 是埃错 ？Where？Where？I know。你写的稍微小了一点。这个东西。这叫土埃及的，埃及烂透了，梁一真烂透了。埃及不是要加一个土吗？埃及的及不用加土啊，没有土哦，你垃圾的色啊。他写的埃及吗？埃及的埃及了，写对了吗？长得很像啊。怎么可能？你是什么？你不是国立大学吗？我是啊，可是我没有写过埃及啊，我也没有去过埃及。那我也没有去过啊。你写对了。对啊。到底谁错？哦，他们是中文字写错。我写成垃圾的色。垃圾。所以埃及非常可惜，对的竟然只有3个人。现在只有3个人，我真的想不到这个读国立大学的，还有那个梁一真。梁一真什么学校毕业的？梁一真，我餐饮科的。餐饮科啊，那餐饮科就没有办法。他写什么？餐饮科。没有，我突然忘记右边那个字怎么写。对嘛，我也是突然忘记加了。你这样子非常适合参加我们的辣妹爱塔贼那个单元，非常适合。哎，我跟你讲，我够义气，我写对的哦。我也写对哦。
对不对？好，非常好啊。可是没有全员正解啊。对啊，烂东西。我要恭喜头痛框的10000元，恭喜挑战失败。我不开心，拿去分掉。我们真的非常的可惜，其实真的是尝试中的尝试啊。所以希望大家呢下次再参加，下次再加油，好不好？哎，还有进入我们的下一关呢。好，来，我们欣赏更精彩的综艺大本营。等一下呢，我们有3次挑战100秒的机会，是啊，都可以拿到我们的奖金10000元。哎，这么好赚，100秒可以赚10000块，这工资全台湾几乎算最高的了，真的对不对？为什么我们要进这个单元？我跟你讲，因为现在演艺圈呢，就是第一个没有那么团结，第二个大家都太忙，可以考验团结，对，大家都不运动，不运动，对，哦，所以说我们现在录影的时候让他们团结，然后他们健康，我们就有一个强壮的艺人，健康的演艺圈。哦耶，掌声鼓励，是不是？这个单元真是功不可没，真的，而且靠不同关卡的设计，观众朋友呢可以抽的过程当中呢，你可以了解一下你能做到多少，而且我们的艺人朋友呢也经过整个参与的过程当中，知道自己的身体什么部分有缺陷啊，有协调性啊，速度啊，等等啊，难听，难听讲退化，是什么地方退化了，是啊，除非自我要求，否则艺人的身体啊是每况愈下，对不对？因为太忙，好，说你们自己。现在呢，我们跟今天的所有的艺人朋友搞清楚我们的关卡五关分别是什么。第一关大家很熟悉的叫做龙腾虎跃，这种示范示范。来，要有口诀的，看我鲤鱼跃龙门。好勉强哦，好帅啊！鲤鱼跃龙门，完整的一个鱼跃前滚翻之后呢，完成动作啊，尽量帅气一点。完了以后，这是一关，掌声鼓励啊！你确定是鲤鱼跃龙门，不是咸鱼翻身吗？哎，没关系的啊。大家不要那么在乎啊！你今天有宣传东西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是咸鱼鸡粒炒饭。马上第二关，快嘴大胃王。哎，这边谁来示范？示范，示范，示范。好，没问题。来，预备，口诀是：我是快嘴大胃王。哎呦！哇！哇塞！我要讲一个什么？奥利！好危险！完了以后，感觉第三关在这边叫做我的网球会转弯啊！示范，示范，示范，我知道，我在呀！啊，我的行动，今天关卡游戏规则，你是男生就讲的世界排名第一的乔可维奇，加上自己的姓氏，我是乔可维奇珍啊。比如说你是小珍出来，我是乔可维奇乔啊。我是沙拉波娃乔，女生讲沙拉波娃，女生讲乔。乔可维奇乔是不对的哈，啊，小珍小扣都不能讲乔哈，你们是沙拉波娃乔，对，好，可以吧？那 Ruby 怎么讲？我是沙拉波娃 Ru， 对不对 ？Ru， 好，总不能说我是沙拉波娃 B 吧？对对对 ，Ruby 嘛 ，Ruby 啊，沙拉波娃 Ruby 啊，好，然后呢，原地丢上去转一圈，接到就容易了，好不好？要转一圈哦。好，我是乔可维奇珍。我刚刚成功，你在干什么东西啊？我跟你讲，他没有那么容易。对，重来，乔可维奇妥，来，来说，预备，起，我是乔可维奇妥。还拿花布哎。我是乔可维奇妥，还要讲这个？我是乔可维奇妥。哇！哎呦！哎，真的了！哎，很容易啊，所以不要太专心嘛，脚要擦，接得到了嘛，对不对？脚要擦，什么脚要擦？脚要擦才会过。脚擦那段。对，我是乔可维奇真。对不对？有没有？专心要专心要专心，这样真的有用。但是不要大意啊，大意就不会过。好娘炮，喂，第四关，
第四关，刀剑笑。哦，我要什么？刀剑笑，这关很难。然后呢，口诀是，你说，哇，你没有关系。好忙哦，你。口诀是，好忙。看我一箭穿心。哇塞！喂喂喂！你不能超过那白线拿过来。对啊。看我一箭穿心，丢。差一点，你不说你很会吗？这招，没关系嘛，今天运气不好，好不好？啊，丢的好，丢的好烂，丢的也重要，对，啊，要不你来丢啊？哎，不，这游戏是你们两个玩而已的，听不要听，我们快用完了。我跟你讲，丢很重要，看我一箭穿心，来。公公，你要我虽然生了两个，还要用，还要用。这一关吃到以后，最后一关更累。最后一关天旋地转，示范。好，这边的终点是个冲刺线，在那边呢，准备要天旋地转了。他得说口诀是：为了 money 往前冲，转几圈？来，转五圈。为了 money 往前冲，转五圈，请上。为了 money 往前冲，什么？一。三、四、五，然后要跑在白线当中，跑在白线当中，对对，跑到白线，冲刺 ，OK， 好。我们有一个要强调的事情，我觉得这个游戏哈，不适合一个人玩三项。哎，你搞错了，这是艺人里面的艺人铁人三项。哎，主持人，我有个建议哈，可不可以顺序换一下？就跑过去之后，直接这样鱼跃龙门跳。哎，那脖子会断。不行啊，很危险。五圈还蛮晕的，一定要跑在这个跑道的中间。哇，你跑在这一道踩线都不行，就不算哦。这样踩到都不行。踩到这样的起跑就要压跑想跑道的。这样踩到踩线都不行，一定要在中间走。OK， 了解吗？太难了。今天大放送，我刚玩过，我跟你讲，起步很重要，起步很重要，因为有人转完，对，有人转完之后起步就会这样，啊，所以你要让自己稳下来，可是稳下来又花时间，尴尬了吧？嗯，就这样，好不好？现在马上把棒次排出来，九位了。话说郭文驹，也就是在进行过程中分派每位来宾指定不同任务。大家必须同心协力的一气呵成，中间不能有失误，其中的任何一项只要有失误或瑕疵，就必须把任务从头来过，重新执行。而这些一气呵成同心协力的任务，若是在100秒之内完成，即可获得10000元奖金。郭文驹剧场考验在座艺人的肌耐力、反应力、抗压力、掌握力和合作默契，欢迎参观郭文驹剧场。今天不安居剧场的100秒任务是：任务一，龙腾虎跃；任务二，快嘴大胃王；任务三，我的网球会转弯；任务四，刀剑笑；任务五，天旋地转。为了争取这10000块钱，他们做了最好的组合。现在呢，我们把关卡名称报出来，口诀各单位自己把它报清楚。哎，来，龙腾虎跃，过关的是看我鲤鱼跃龙门。好，来第二关。快嘴大胃王口诀是：我是快嘴大胃王。吃完以后说：说什么？回信，回信。我就怕你们忘记啊！现在我帮我把球交到你手上去啊！这关叫做我的网球会转弯，口诀是：我是萨拉托瓦卢的币。萨拉卢，对啊，可以吗？气势很正点，对不对？漂亮，币是什么？相信应该没问题。第四关，刀剑笑，看我一箭穿心，一箭穿心，哎，脚不要快，脚不能越线，越线挂，就这样丢，好，这样丢，最后一关，天旋地转，为了 money 往前冲，好，然后就转圈圈五圈，走在跑道中间，好的，了解吧，冲刺完成，100秒之内过关，就拿到10000块钱，就这样，哎，我现在有个心情，什么心情？哦，示范完以后看他们各就各位，好开心，你们完蛋。一个不小心啊，最吃力的可能是香瓜姐了。对呀，西瓜是个这么好的消暑圣品。哎，你有看过吃西瓜吃到往生的没有？好了，不
文进剧场，各就各位，准备好没有？好了。预备，口诀都要念哈，预备。一百秒计时开了，看我鲤鱼跃龙门，加油！耶！这是冠军大胃王。我是唐宛如的鼻。哎呦！看我鲤鱼跃龙门，西瓜虚盘。我是沙陀娃的兵。烂透鲤鱼跃龙门，烂透我是冠军大胃王，香蛙姐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我是给大家一个你知道运动的机会，因为这是健康对检查吗？那你等一下去跃龙门，你赶紧去跃龙门。好嘞，好嘞。你还好吗？你是老鼠是吧？好，那我跟你讲，我们换一下，换一下。第一次挑战应该吗？对啊，失败。换一下啦，还有两次机会。我去拿那个，我去隔壁棚吧你。去隔壁棚，我车上架好了。来，这个第二轮，请换人。再给你们是换人，要不要换？来，就你们两个换啊，你们两个换。好好好，等一下，香花姐，你真的可以吗？那我要转圈，哎，要转圈，香花姐，香花姐，要转圈，要转圈，很难啊，很难，对不对？哎，不行，不行，我丢，我丢，我丢，好，那谁试？谁要去试？那谁试？啊，我试。是好了好了，我跟你讲，好了，是小哥小哥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我找到一个适合你位置，就是来拿这个就好。我也很想啊，来我来拿，拿来拿就好了。好，那小哥去试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小哥试啊，我做什么都可以，我做什么都可以。好，我试，你去试。好，就换这样就好了，是这样子，就换这样就好了。梁医生还是最后，其他都不换。我们这边小姐，你还是吃西瓜。大家都换完，你现在盲人。原味啊！这样的，不要吐我。他一个人在后面，好像围观民众。对啊，他们分配好了。不是，我有一个提议啊，因为最后一关呢，好像都用不到。香花姐，你去最后那边，你去休息一下。我丢球丢得很厉害。你可以去那边休息一下，真的。要不要？要不然你要跃龙门哦，跃龙门。不行，要一只就爬不起来了。啊，你丢西瓜，不，你丢苹果好了。丢苹果，我丢苹果。小真爱吃西瓜。傻瓜！哎，我们是为了你们好，我们还在帮你们安排，哎，对不对？每个人都在最佳的位置上，我相信这一次绝对不会 NG 的。好，加油！一百秒，机会非常的充裕。我有个梦，我可以有一个不情之求吗？来，请说。如果等一下失败最多次那个人来取代跃龙门的位置。我赞成，总不能一直让我跃龙门啊 ！OK， 好不好？管他穿什么，等一下谁是老鼠屎就来跃龙门。好，那我再问一下 ，Ruby， 现在你拿这个圈圈有没有问题？超重的，很累耶！好，看他们准备，不文进剧场一百秒，准备来，计时开始。正妹爱他菜，写字真有这么难吗？
简单。孵化的孵，这可以吧？蛋孵化的孵，孵化的孵。啊，我知道，非常好。孵化哎，孵蛋的孵，这是孵脸，孵脸的孵，孵脸的孵，孵脸的孵脸。你觉得他有孵过蛋吗？叱咤风云，好不好？叱咤，叱咤怎么写？哦，叱咤风云，叱咤。叱咤，你是来乱的呀？精彩的正妹爱他菜，稍后好看登场喽。今天不安居剧场的100秒任务是：任务一，龙腾虎跃；任务二，快嘴大胃王；任务三，我的网球会转弯；任务四，刀剑笑；任务五，天旋地转。来，各位准备，不安居剧场100秒准备，来，计时开始。看我鲤鱼跃龙门。你是老你是假牙的，老到有假牙了，快点啊！你可喜欢不会啊？哎呀呀！叫我乔可维奇讲。好，来，快点。你听我，不要理苹果。我是快嘴大胃王。没有。你吃很慢呢。加油！加油！你讲完什么？我秒。叫我乔科维奇讲。有瑕疵，来，有瑕疵，练完就整过来。好，不要浪费。难道这怎么穿啊？难道谁来？来，你不要动，不要动。我再丢一次给你哈，你不要动，不要浪费，来这边就好了，来，预备。看我一箭穿心。你根本不可能。他手没力。你根本他手没力。对，好，现在停。第二次挑战失败，非常可惜。你们有些人派错位置，派错位置。等一下，卢比，你要干嘛？你干嘛啦？可以试试看啊！好，给他试试看，给他机会。你要给他试一下。那个，哎呦，有差一点，他有戳到哦，我有刺到啦。有，我真的很会刺哎。好，全部中间集合，来，重新分配第三次，第三次厉害，我们真的做不到。到不了最后面呢、啊，观众看了都难过。我们的艺人怎么可能这么糟呢？啊，我们要有战力嘛。这个吃西瓜不行啊。小珍，我吃西瓜，我吃西瓜。啊，你吃西瓜，我吃西瓜。好，吃西瓜。好，重新分配，快点。我觉得你可以捅。那我干嘛？你刚才吃的不错，吃的不错。那吃西瓜太慢了，不行。小郭吃好了。我吃。那你刚才丢的还不错嘛？还是你要要龙门？那我丢好了。好，那你再回去丢。哎，不用，可是这样子大家都看你丢，觉得很无趣。你去最后面好了啦。然后梁医生出来丢了。他都一直没有玩到。梁医生都没玩到，他出来丢。然后我丢，我丢。那我干嘛？因为那个嘉口小姐丢得很好。口渴了，啊，你吃西瓜好了。你又吃西瓜？不要，等一下，我想看他吃西瓜。小珍，你西瓜吃太慢了啦。你梁医生吃西瓜吃太慢了。不要吃西瓜，难怪我跟你会唱歌，对不对？会唱歌能吃西瓜。你呢，小空干嘛？丢这个。小空，你赚那个啦。好，都分配好了吧？都分配好了哈。等一下，有一个瑕疵。我不想，我要干嘛嘞？你先回去好了。没有了，没有。他可以拿，你去拿那个，你去拿呼啦圈。我拿呼啦圈。你刚刚这个，
转圈圈以后，你基本上都是侧面啊接到，那正面叫正面接到。好 ，OK， 才有360度嘛，好不好？有瑕疵啊，有瑕疵，加油，各就各位，我相信你们做到，加油。富恩基剧场最终回第三次了，每一个人真的都在自己最好的位置上。现在我们关卡有改，大量呼吸啊，大量呼吸啊。好，关卡有改变，关卡现在有改变。是，我们把第四关、第五关对调。小抠这边，好不好？我第四，天旋地转是第四关，刀剑笑第五关。好，好不好？否则永远到不了最后一关，了解意思哈？好，了解哈？好，好，各单位各就各位，准备。一百秒不恩基，计时开始。看我鲤鱼跃龙门，要快点，要再快点，要再快点。我是快嘴大胃王。你们说话都太慢，说话都太慢了，都太慢了。快点，要快，再快，蹲。哇，这么快，好多了。叫我乔哥，没有。叫我乔哥，我一起讲。知道，来，快点，第四关，第二，快点，快点，帮你往前冲。一千，两千，要再快，五百，再快，三千，再快。四圈，再快，稳重，现在，踩线不算，快，鲤鱼跃门，我是快嘴大胃王，快点，男生再快点，加油，男生快点，非常好，叫我强哥，我已经讲。时间30秒，来得及啊！我们叫我常跟我一起讲。有切到苹果，非常可惜，你切到苹果。朱比，你刚刚动作是崩溃了吗？好，很可惜，差一点点的。我跟你讲，如果刚刚你插中的话，就算0秒，我们也算你们过。其实刚才有削到，你看，再一次啦，漂亮有没有？你看，再一次，有削到，哎，真有削到，真的有，真的有削到。再一次啊！哎，你刚去哪里啊？你是去吐是不是？过来，还在晕，有点晕啊。再一次，快点，成哥，我吗？5000，好，这样可以吧？可以，全国奖金5000，5000块钱，5000块现金奖，好，加油哈！来，各就各位，加赛最后加赛，5000块钱的现金，可以，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，这是原位，哎，原位，等于是上诉了，对不对？好不好？啊，有没有信心？有。怎么样，没有？好。计时开始，看魔女跃龙门。我是快嘴大胃王。非常好。叫我常跟我一起讲。好。看魔女跃龙门。差一点呐！哎呀，差一点呐！我是快嘴大胃王。叫我常跟我一起讲。真的脱鞋子，好快，快多了。小心，准备，加油！不行，去哪里？快，靠你了吗？还有机会。好晕，我是快点到了。我准备，叫我强哥，我已经讲。加油，加油！一。飞到，快多了，飞到，飞到，加油！哇，稳住，30秒，稳住，加油！高一点，看我，看你腰门，
集合，来，大家来。蒋伟国，拖了一点时间。蒋伟国拖了一点时间。刚刚有几个慢的点。对，小扣，你一直都这样转，难道我们再一次你不会这样转吗？对啊，你那转回来了。因为同一个方向转会太晕了，真的，换一个方向转，而且你转完之后五圈，再回头转个两圈再走就比较真的吗？马上回来，对，示范我们看，示范，示范，预备，开始，一，二三四五，浪漫。为什么你脸色发白？对，是真的，但脸发白。你脸色发白哎！哇塞，为什么？我把脑血管在表演。因为这是一种离心力，我转太快了，血会往外面跑。他刚刚转的方法是用 F1 的。你刚螃蟹，我刚才在走悬崖哦。好，真的挑战失败，下次再来，谢谢。休息一下，再进行更精彩的综艺大本营。正妹爱他脆，正妹都在综艺大本营，说学逗唱样样行，模仿搞笑样样精。且看偷不解，后继有传人哦。大家好，我是法国 Paris Bonjour University 毕业。Well， 最近那个偷不解。看太多了，所以想说好讨人厌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哦，有钱了，有钱了，有钱，有钱了，有钱！建筑研究所，交通大学，再喊大声一点！哎，等等，你再喊大声一点呢！警察，我改，边写边喊出自己学校的名字，有钱了，有钱了，刘老师。掌机师的单元呢，不进行大妹爱塔车，非常好。正妹爱塔车，我们可以发现我们现在的女生啊，真的会念书的，能答对几个字的是不太多的。真的，我跟你讲，都是电脑害的，因为现在大家太仰赖电脑，每天到晚就啊电脑的拼拼拼拼，而且最恐怖的是这个，他们现在写字哦，笔画你还讲笔画太难了，哦，笔画太难，他们连字都不知道哪一个字是对的，好极了。右手边这些呢，2、4、6、8、10、14位。让你们挑，让你们选，认为谁能够满足，可能他都会答对的可能。这样好不好？我们多给他们一些讯息，应该的，对不对？应该的。那怎么选？让你们了解一下哈。哎，来，我们来综艺美少女来看一下，年纪最轻的举手。来，哎呦，几岁？啊，可爱，15。哇哇，跟我一样大哎！差不多，还比我大呀。Ruby 是个有什么说什么，这是我挺他。哎，15是跟他的腿围一样。15岁。比我女儿还小哎！来继续，来，年纪跟我最相近的是哪位？举手。自己的。像蛙的是谁？来，小雅几岁？25。哎呦！这个看不出来，这个看不出来25，什么学历？交通大学。哎呦！这个好，国立交通大学。这个跟我一样，跟我一样。第一个线索是年龄，啊，第二个线索就是他们的学历。来，高中生请举手。1、2、3、4，高中生4位，好，除了高中再来，大学生请举手。好，什么大学？1、2、3、4、5、6，有6位啊。哦 ，Jasmine 什么学校？建大学。哦哟，建大学，还不错。哦，你刚刚笑很可爱，笑。来，好茫然。林果，实践大学。哎呦，什么科系？会计系。哦，你跟Jasmine同学。要仔细哦。不是，你什么系？风险管理与保险。风险管理与保险，那不一样。这种我跟你讲，常在写字。风险管理，但是它整个系简称风管系，你们知道风管？风管。风管，哎，做工程的神经病。小伟，怎么了？我也是实践大学。什么系？财经。哎呦，他们都不同系耶！你们学校女生都好漂亮哦。财经啊，还有后面那个啊，来哪一位？后面那个，来大学生举手，后面的后排。文化大学，哇，而且像 Ruby 的超优秀，真的。那你怎么？戏剧系，戏剧文化戏剧非常有名。哇塞，好久没有看到跟你腿很像的。后面叫什么名字？好细哦，淡江大学。叫什么名字？
Viviana。Viviana， 为什么加个 Viviana 呢？注意哦，中文系哦。但是平常都用电脑哦。好，来，大学毕业的举手。OK， 来，你大学哪个大学毕业？国光艺校。哇，小师妹。国光艺校是什么？我们什么时候变大学了？我们是学院部，国立台湾戏曲学院学院部。哦，国立台湾戏曲。哦，现在你干嘛？这个戏曲是国光艺校，这个其实不过去是，不管是不是你台北是怪罪，你是过去式。哦，所以我们的有戏曲专科学校已经改制了，叫做学院了，是吧？学院，变学院制了。好，哎，一。UCLA， 厉害 ，UCLA 中文系哦，中文系，真假的？没有，假的啦。好了，最后一位注意啊，研究所有人没举手吗？交通大学建筑研究所研究所研究生毕业。对不对？看到没有？恐怖了这个学历。大，所以我们的组合啊，都绝对是。满足各方面的需求，对啊，而且他除了一定的青春无敌之外，他们有各具自己的才华和美貌，对，其实给你们两种参考的方法，一个就是哎离学校越近，可能哎比较没有忘记怎么写字，嗯，那第二个就是学历越高，只懂得字越多，这两个。我再多一个提醒，哎，在我们做演员角色观察的时候呢，这个人书念的多不多，看他眼神就晓得。哦，常看书的人眼神比较笃定。演给大家一杯，常看书。不看书，常看书，不看书，不看书，常看书。好好玩哦，差点精神分裂。他眼神有差，你可以注意到他眼神啊，是有差别的。好了，就这样。现在只要辣妹帮你们答对题目，一共10题，就是10000块钱。哦，如果说他们答不对，而你们答对了，就是500。了解吗？一题就是500，一题答对是1000，一题人是你们选的，了解吗？人是你们选的，好不好？现在准备进行我们今天的正妹爱塔菜，来，这是第一位，请选择一位看来可能会答对的朋友。我跟你讲啊，来15秒选择。觉得那个中文就是对呀，你经验老道，对不对？先试试看，觉得中文系那个比较好的，打头阵好，对的，中文系打头阵。打最后3秒，对不对？中文系，中文系，直接中文系打头阵，中文系打头阵，请选一位。中文系，中文系打头阵 ，Viviana， 来，请出列。旁边那个小雅松了一口气的样子啊。看起来看很多书的样子啊，对啊，你怎么这么接的？很坚定，眼睛好肿，还是因为这个睫毛贴得很好。你要叫他眼睛看书的眼睛，跟看书的眼睛，看书的开始，有看书，没看书，有看书，没看书。好听话，没看书叫请真，很好玩 ，OK， 来，好，来喽 ，Viviana。题目是：你喜欢吃东西吗？喜欢。什么情况下会想吃东西？肚子饿的。肚子如果不饿的话呢？嘴馋的时候。嘴馋的馋怎么写？请看一下。Oh my god！ 真难哎。这个馋。这个有一个中文系就是中文系哎。嗯。他笔画都对。这个会写的话真的是厉害了。超难写嘞，日本。太难了。好，写完。好的，确定。确定。你是什么大学的中文系？淡江大学。现在还在念书？对。各位教授，请看他的表现。中文系几年级？淡江大学4年级。哎呦，能不能毕业就靠这一题了？学姐哦。淡大中文，嘴馋的馋，他答对了没有？哎。为什么不对？来，请看正解。是这样，他有一个笔，你看有一次有写到笔，有没有？对，有一次有写到笔，其实是个，可是他实在写太长，他以为他已经写完了。对对对对对，好可惜哦，本来差点答对说，哎呀，我们没有机会让给他们呢。对呀，我们都写出来了，你写出来，我们已经写出来了，写好了，写好。我们有，都跟着写了。我们看一下他们写的，哎呦，真的，我们有。请问是谁写的？齐，我们一起写的，一起写的，一起先出来。一句话，我不好，都
止得到五百，好。请看第二题，请选择。来，第二位正妹，谁会打字？中文系被你选掉了。我们就刚刚讲那个研究所，研究所，研究所，来，小雅来，研究所。小雅，小雅，刚才你刚刚讲说你是什么东西的研究所啊？直接讲。我是国立交通大学建筑研究所毕业。建筑研究，你干嘛讲话有这么多的表情？为什么讲话有那么多的表情呢？建筑研究，干嘛要这样子？为什么？喂哦，喂哦，喂哦，最近那个 hold 住姐看太多了，所以好讨厌。交通大学有这种也是很特别。好 ，hold 住姐 ，hold 住我看一下，来后边演，预备起。大家好，我是法国 Paris Bonjour University 毕业。啊，今天来到这，嗯。哇塞，现在年轻人都变这样。最近流行一个 hold 住姐哦。hold 住姐。那我呢？嗯。我可以 hold 住姐，再加徐志奇的风格啊。知道吗？这是什么风格吗？哇，我的嘴巴没有整形哦。徐志奇。哦，对不起，我真的不是故意。OK 了。你为什么会注意到徐志奇这个人？我想说，我是在想说 ，hold 住姐，我要怎么样帮他想梗？哎呦，对 ，OK， 哎，他一个伸展，是，就这个对话可以终止吗？我们不是，我们正在想梗啊，我们想要你把字写好。好了，他是里面年纪最大的，对，那我就给一个你可能很快就要接触到的东西。哎呦，女人生过孩子之后会有什么纹？哎呦，完了，妊娠纹。好，我们今天呢标准念法哈，那第一个字念二声或念四声都有的念，人人正啊，但是也第二字又不念成哦，念正，念正纹，人认正纹，正，对不起，我建筑系，正纹。他建筑系啊，就这两个字，请坐到开始。哦，人臣哦，医生娘就是医生娘，厉害。我先讲一个，我们先好了。哦，有钱了，有钱了，有钱，有钱了，有钱。建筑研究所，交通大学。再大声一点，你再来大声一点啊！我改，这个可以改吗？臣。你要重写，对对对，从那开始写，边写边喊出自己学校的名字。有钱了，有钱了，刘老师，有钱了，有钱了，出来，刘老师，念出来，大声念出来，交大，你的笔画好奇怪哦，什么笔画？写完了，写完，有没有钱？有没有钱啊？不是钱，有钱，有没有认成文？来看一下你们的答案。认成文。你们也写一下答案，同时写了，写了，写了。来看一下一人队的答案。哎呦，你冷静一点，你冷静。这个陈的笔画是什么？这陈的笔画是这样子，是这样。对啊，对不起，我从法国巴黎。法国嘞。很卡了耶。来，请看正解，答对了没有？请看。恭喜答对，请。的念法哈，人跟任都有念，有人念，可是我们都念人成文或任成文，那就不念成，那不是有边念边，是的，是念正啊，任正文，是的。然后你知道这一题对他们来讲太简单，为什么？对啊，我们不知道，因为好几个有人正文，好几个有人正文，我们不只知道会写，我们还有，要不要看？不需要看，好不好？目前1500，对不对？对，请选下一位。那我来问问题。很习惯用那个 iPhone 自己写字的人，请举手。手写的，手写，用手写版的，那就令狗啊。令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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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令狗来。哇！哎，等一下，你们这样很危险哎，他说不定都写英文呢。手写应该中文吧？令狗，再报一次，什么学校？实践大学。什么系？会计系。会计系。嗯啊，学校通常都要，大专院校都要参加社团。嗯。你有参加社团吧？没有。
啊，没有参加社团，所以不参加哦。我是夜间部。夜间部，我夜间部没有社团，没有时间，没有我要的，没有你要，你要，你要什么？我们不说男生哦，我们是说学社团哦。就舞蹈社没有啊。哦，夜间部没有舞蹈社。你会跳舞？我高中有跳热舞社，对不对？对。你会跳哪一种舞？哪种舞？跳的什么？我以前跳过雷鬼。雷鬼。主持人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可以关心一下他精神状况吗？OK， 你还不懂吗？就是因为夜间舞没睡饱才会变这样子啊！既然会跳 reggae， 就让他表现一下，表演一下 reggae 可以吗？来 reggae， 哦 reggae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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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灵活，哦 reggae。你的雷鬼属于比较激动那种啊，好雷啊！哦，你的你跳的雷鬼会发现周遭有很多色鬼，别乱讲，很好看啊，雷鬼。好，那这题稍微简单一点好了，好不好？好，侃侃而谈的侃侃怎么写？请开始。Oh my god。是人，是人，写完了吗？是吃吗？不是吧？确定？哎，就这样，就这样，确定？就这样，拿得到钱吗？拿得到。有没有钱？有。有没有信心？还有三根呢。超级有，超级有。一人对答案。他为什么？还有三根脚。不管了，不管了，来。用玻尿酸把三根打出来。三根。不是。你们没有，你们下面是两根是吧？对，我们有两根，两根比较正常吧。旁边是兄兄弟的兄就对了。对，还是他的是男的。喂，好，看一下正解是1000还是500，请看正解。恭喜你！哇，这很棒哎，着实给他们难看。有三根哦。对啦，三根我们忘记打了，有三根，多一根。这个必要的话，如果这也是这样写的话，尽量必要的话，这个不要圈起来，不要勾起来，会更好，好不好？嗯，是这样就写就行。二啊，哎，哦，不是勾哈，好不好？算你答对，请回桌。哇，接下来大会报告，每日一字，这是我们本单位呢。完全的秉持的实事求是的精神，是的，是错我们就认错，是的，我们做错了一件事情。好，看一下我们的后面的电视墙，看一下这个字。上次我们说没这个字，对不起，我们错了。是的，请介绍。诗凹消烧烧有这个字，烧烧有这个字，烧烧诗凹烧烧是装筷子的一种竹器，是的，古代用来装饭的竹器，大陆北方地区一带称挑水的水桶为烧。啊，装筷子就是筷子桶嘛，筷桶对不对？筷桶，然后装饭也是算是烧，哦，装饭的竹器，对，那是一种竹制品啊，是的，那个竹字头嘛，啊，对对。我们当时说的没有这个字，非常的抱歉，有这个字啊，念烧，好，好不好？稍后正妹爱他菜，还有正妹踢踏舞，别错过。来，继续选择下一队，来，都不会被。是啊，那就 Jasmine 呢？只有他举手。你好，来笑个给大家看，被笑。他好像许慧，他一脸的幸福，而且呢，整个的肤色呢，粉嫩粉嫩的，红艳红艳的，从来不晒太阳，白里透红。有晒，还是这样，就是。就是晒完之后要保养。你笑什么？你看后面那几个，我的天哪！你看那小珍，我没有保养，不晒都黑成这样。我有晒哎。哦，你有晒。你可能有所不知啦，他晒的光线是以月光为主，不是阳光啦。好啊，你怎么保养？跟我们讲一下，因为很多女孩子喜欢白啊。对啊，有没有什么特效的方法？就是出门一定要撑伞。出门都要撑伞，我们都知道啊，对啊，要不然冲锋下雨天怎么办？所以都要擦防晒咯。对，一定要擦几度的防晒啊？50，一定擦50。50会不会很容易堵塞毛孔？我也擦不会。你会？他都把那个防晒油擦到雨伞上面。喂，不会堵塞毛孔。没有，是你这是不正确的。50太高了。不错，算好笑的，不错。太高了。我跟你讲，真正重点哈，重点来了。你几岁？
21，那就是重点了。对，年轻。好，这个名言就是你怕不怕死啊？对不对？对啊，你怕不怕死？你怕不怕死？来问你，我不怕，你怕不怕？我还好。哎，那你怕不怕黑？好怕。不怕死怕黑。OK， 来，好了，现在呢，你的题目给你稍微简单一点，好不好？以前白先勇写过一个小说，搬上荧幕，叫做《孽子》，讲的是出柜的同志啊，对不对？好了，《孽子》的作孽的孽怎么写？请开始。怎么写？你会吗？先写看。我会。先写看啊。写慢一点了。上面是怀孕的孕吗？有关系吗？好，哎，有点像哦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这个是有点像，有点像，有点像。冬天不知道什么？冬天不知道什么？快点啦！对啊，好难。谁会知道？谁会冬天？有了一个很好啊，这个头是对的，再来。实验体呢？是这样吗？那个是薛吗？等等。长得好像哦，好像薛哦。好，那两个字加。下面也对了，中间呢？你的肚子把它写出来，快点。哦。越来越像了，给送他一个，越来越像了，哦，非常好，对啦，就是这样。我刚以为是这样念，确定吗？来，请看艺人的答案，不是吗？很像啊，你们写竟然是同一个字啊，靴子，你就算这样，最起码这边还有一个这个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郑姐是怎么请看？不是吗？我们应该赢了，是啊。因为你们写对，可是他写错啊。对啊，你们写对的，他写错，他写错啊。对对，那这样就对了。还有他呢哦，太好，差一点，不好意思哦。所以恭喜你们答对，得500。500，恭喜，谢谢。白人再见。好，孽孽作孽的孽，孽子是这样写的哈。好了，又长个知识了。目前奖金不太高，来，我觉得还是给外国人一个机会好了。再选一位，外国人啊，对，还是给他下一位，真的吗？对啊，要。为什么这里面会有个外国人呢？我不懂哎。哎，你现在得到4000块。我们这里面有两个外国人呢，我也不懂啊。对啊，你们这等下会出英文。目前4000元啊。骚扰好了啦。骚扰。他中文很厉害。OK。他有自信。因为他来台湾念中文，他一直在学中文啊。没有自信样子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说明他超强哎。骚扰。上一次啊，你表演那个肚皮舞啊，对，哦，获得热烈的回响，对不对？他肚皮舞跳得真好，我们没看过啊。今天呢，跳肚皮舞有没有别的舞？另外一个吧，踢踏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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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对对，我很怕。你是自己学的还是你们的国家都会？很你们的国家的父亲是伊朗人，在美国都会吗？大家都会吗？呀，对，大家都在美国会。踢踏舞哦，好危险！女学员，那个踢踏是女学员会跳踢踏舞，那你知道踢踏怎么写吗？不知道。完蛋了啦！他连和平东路都不太会写了。踢踏舞先表演给我们看好不好？好不好 ？Sarah， 来。真棒！干嘛喝醉？醉。慌了！哦，这招厉害！宿醉。哎！我真的7个年没有跳踢踏舞。几个年？七个年，很多年。讲7年就好，没有7个年。七年。获奖7个年头没跳，7个年，很棒哦，很棒。好，如果你下次再来要带什么舞？你要什么？我要头转。我会，那我会去学。你要什么？头转。头转。Breaking 地板动作。Break dance。Yes。Breaking。哇。在地上。你可以。哇。Breaking of legs. Yeah. Okay. 好，那我们出简单一点的题目好了，好不好？简单一点。简单的哦。什么？我真的。叱咤风云的“叱咤”两个字怎么写？不会吧？他就没听过。有良心啊！对，我没良心，我忘记的外国人，你出题。你出啊！你认为他会什么？我
来，我出这题厉害了。来，我出换一个人。喂喂，哎哎，你们现在有包庇的嫌疑啊？没办法，你要慢慢学，他是来学习的嘛。他不行啊，对不对？换一个人，来，换一个人。继续，小伟，小伟自己好了，小伟，小伟，哎呦，小伟，好像很有信心的感觉哦。加油，加油。小伟，什么大学？实践大学。什么系？实践财经。强啊！我就给你一个简单孵化的孵，这样可以吧？蛋孵化的孵，孵化的孵，先啊，一个字啊，有敷脸的。不是，是一个敷哦，是我知道，非常好。这是敷呢？你看一眼，你看一眼，你看一眼，敷的敷啦，你看一眼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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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孵化的孵，孵化哎，孵蛋的孵，这是敷脸，敷脸的敷，敷脸的敷，这敷脸，你觉得他有敷过蛋吗？他不就敷脸了吗？他都比写出丈夫的敷要好吧？真的嘞，好像是一个敷，来敷，来，请看艺人的正解。对啦，这个软啦，哎呐，软软。它右边是浮起来那个漂浮的，这个吗？浮浮，哎呐，对，丢了，哎少了一撇，哦，不是，对，哎再一会儿，再一撇的话，对，没了啦，没了啦，哇，确定你们的答案？确定了哈，确定了哈，好，来，请公布是否为正解，请看。你们怎么会少两颗呢？就孵不出来。没有那两颗，多么的重要，知道吗？重要。没有那两颗，怎么可能？真的。你写敷脸的敷，你怎么写得出来？不要气，不要气。财经系，你的时间的啊，不要气。你看过财经系在那边敷蛋的吗？我没有。他就是敷脸的嘛，对不对？也是。看懂了没有？有看懂。长这样，记得哈。看懂了哈。好啦，那我讲笑话给你们听。好。好。不好笑怎么办？你想要聊表歉意的？对对对。好，来，我没笑你就死了。可是你这个笑话这么狠啊！好，预备，这个笑话笑气。好。大家都知道那个袁世凯吗？知道。那你知道他最爱吃什么吗？什么？袁世凯最爱吃什么？嗯。袁世凯最爱吃什么？这一定是急转弯的题目。袁世凯。不晓得。你猜猜看，我猜不出来。一个人爱吃东西这么多，你猜我喜欢吃什么？两些调情的，怎么样？不是啦，我是说，因为他应该是很好笑，可是我他有个急转弯，我弯不过来。来，你的答案什么？零食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零食大总统。你把他表情再做一遍。他是零食大总统，所有人刚刚这边全部人只有梁毅真笑，所有人就这样。他好难笑，他个性太好。第一任的大总统，他是第一任零食大总统，对，没错的。好，谢谢你的笑话，来，请回座，非常好。他喜欢吃零食，喜欢吃零食啊。最后一位，好难选哦。我觉得今天奖金好低哦，还不到五千呢。你们选啊？还不到五千对不对？谢怀宁，谢怀宁，你安，最后那一个，你安，你安，对。哎，我学妹吗？国光一下，国光的，国光一下，国光，小雨家，小雨家，这是学妹。学妹，你在学校修什么？剧场艺术啊，什么的哦，剧场艺术，剧场艺术，那学得很广吧？对啊，就是幕后目前都学，所以 okay, 对。那你的专长是什么呢？我专长是打鼓跟音响。以前我们都会学一些什么体操运动、舞蹈啊，对，基本哦，很多很多啊，音乐课啊。你会体操运动吗？就是会，就是学校教的都会，学校没教的就不会。好，那今天我们来验收你几个舞蹈的动作，你做得出来吗？我不敢在大学长面前出糗。没关系，我戏剧科的还好。大学长刚出糗。那你会体操吗？会一点点。哎呦，对，会下腰吗？下腰，因为我腰有受伤。那你会什么？就一般的腿的软，比较软的话。你刚刚紧接着会下腰，会啊，别这样子。
就直接下下。这跟袁世凯有什么不一样？十大总统他朋友。对啊，对啊，十大总统。来，好，来做几个好体操的体操动作，对，开始。哇哇！学妹你不痛，好正常，厉害，很软。哎，我们的地板是新的，你这样撞坏怎么办？喂，哦，他下去又蹬一下，好厉害，好厉害，一下就一字马，力道的。现在你长不高，跟你拉筋有没有关系啊？应该是没有，是天生的。对啊，家里都不高的。现在几年级？现在已经毕业一两年了。在干嘛？现在就是在研读表演艺术，然后研读表演有出息。对，我热爱表演艺术。热爱。他是快乐的喜爱的意思。对，而且今天这么冷，你们干嘛？这么冷呢？对啊，冷死了。还有没还会其他什么样的体操动作，或者是其他的啊舞蹈表演？其他的吗？会不会不会飞？飞？谁会飞啊？问一问，你们干嘛那么认真呢？啊，其他的舞蹈还有其他的舞蹈？一般的跳舞。好，来跳跳两个舞，来我们看看。跳两个舞来看一下。好，来一位舞。舞哎，舞。好。很好，掌声鼓励，很好，很好，你有没有注意到他？指挥交通，他好有力哦，好可爱，这很好，他跳舞的力度不错，而且这个比刚刚那个侧翻还好看。对，有刚侧翻是多的，哦，这个好，我刚这个好。那你觉得我们前面要不要剪掉？前面可以啊，因为地板真的不太适合。我们学长没有在剪学妹的东西，照多来。请就位，倪一安，既然是学妹，剪简单一点，就刚才那两个字。希望你未来呢，因为热爱表演，热爱，所以希望你未来能够在我们的整个演艺圈当中叱咤风云，好不好？叱咤，叱咤怎么写？哦，叱咤风云的叱咤。一个宅，宅女的宅，宅呢？宅怎么写？没有啊，宅宅宅宅宅宅，好嘞，过来喽。其实就加一个屋顶而已嘛，对吧？哎，真的耶，对啊。加个宝盖。哎，是炸！你是来乱的哟，他应该是二。你要炸什么？你要炸什么？这个吃在后面是要接气球，不是风雨啊！哎，好奇怪哦。是你好了啦。是气球。我跟你讲哦，这个事情发生了，为什么学长跟你想的是一样的？我只想这两个字，叱咤，饿了是。而且不，我怎么有乡音啊？而且你比我厉害，你是这个刺，我刚刚只想到这个刺，刺肉跟着刺，对呀。太饿了是。你还比学长强一点哦。你是想吃饭的是吧？怎么了刺？好来，这不可能对嘛？我想你应该知道是不可能对，非常优秀。这如果对的话，我们台湾就完了。对，来，你们的答案是什么？刺炸。你们在前面聊那么开心，有想到我们的感觉吗？真的是。哎，你这好像，哦，挪谁写的？你们怎么可能会知道？叱咤，那个是厉害啊！叱咤，我们都已经叱咤了。叱咤，叱咤，李挪叱是？对，叱咤，李挪虾是？叱咤风，叱咤，挪叱。其实只是加一个头而已啊，加一个屋顶，它盖一个屋顶，对。真是厉害，两边其实各多了一个屋顶，请看证件。啊？哎呀！你们是各多一个屋顶，怎么这样？比那个叱咤好吧？你们是各多了一个屋顶，有没有？对，你们各多一个屋顶。你哪比我们好？哎，我们写的是对字，你们写的是错字，多对，对不对？我们叱咤 OK 他。你看到正解了没？看到了。差一个口，一个七，有没有？对，那个匕首的匕，那电视片匕首的匕，叱咤哦，叱咤改的，这笔画真简单，可是就写不出来。对，叱咤风云，叱咤风云，非常好，非常可惜，请回座。谢谢。好，我们总共得到奖金是6000元。终于得到奖金了啊！好，现在呢，大家也功不可没，你们今天有一半以上的人都。进步很多，对，让大家知道呢，我们的正妹啊，不是只有长外貌，不是只有长条件而已，好不好？比上次好很多很多很多啊，给自己鼓励鼓励，好不好？谢谢。
好了，也给你们今天的宣传的内容，在家里好好的再重新再给你们一个机会，是说明一下今天的到底都在宣传一些什么，好不好？来，一个一个来，从蒋伟文开始。美味好味幸福味，台湾第一本手绘食谱，给你幸福感哦，加油！好，来梁一真。喜欢听好歌，都在这一张专辑里，梁一真的就是爱你，送给你哦。他已经准备了十年了，十年的准备就为了这张专辑啊！来，小空。做完菜，听完歌，也要记得看写真集《宅之小恶魔》。讲得好，谢谢，恭喜各位成员啊！当然啦，最感谢是观众朋友今天的收看啊！每个礼拜的晚上呢，这个非常重要的时段，一定要记得锁定8点到10点的综艺大本营，下一个台湾。